登门大吉。我承认都是两热的火，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你是有情每年全世界招三名朗朗的学弟，老朱五百年前天蓬元帅，真的是愤怒的贝多芬，按下浑身王子，紧张死我了都。我感觉你特别适合演小品的，干错行了，应该说相声。希望我们的音乐人有朝一日能站上更大的舞台。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开门大吉，五四三二一。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希望开门大吉这个节目能够给每个人带来一份好运，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来吧，为了提高一点难度，我们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你，三二一停。这是一个随机的顺序，现在只有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能看见，记住啊，十二在这儿，十一在这儿，十号门在这儿，这几个都是雷区，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请做好准备，挑战即将开始，让我们欢迎助力嘉宾严尚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严尚佳。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八位选手是两支队伍，首先是我左手边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吹拉弹唱，我的右手边的中国戏曲学院的生旦净丑，戏曲对阵音乐是不是很有看点？来，有请八位先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汪果吉夫，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我是吹笙的。大家好，我叫王猛，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我的专业是板胡。大家好，我叫黄若愚，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科教师，我是弹琴的。大家好，我是陈雨涵，现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家好，我是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的京剧昆声王子。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京昆系的旦行教师李艳艳。大家好，我是毕业于北京戏校后进修中国戏曲学院一名花脸演员，我叫李小培。大家好，我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行当文丑，我叫木哥。来吧，两队的队长直接开始争夺了啊，今天我们这个是团队作战哈，两队呢谁能够争夺第一个上场的权利非常的关键，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个视频。加油加油加油，第一个派谁上啊？那我第一轮选黄老师先上场。有请黄老师。来，第一个上场，祝你闯关成功，开门大吉。你好，你好。很高兴你，终于见到你，我也终于见到你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科教师黄若愚。你跟我在短视频上看到的判若两人。艺术就是要大气，艺术就是要有力，节奏感要排第一，棱角分明有对比。突入，突入，突入，不能像莫扎特大弹琴自然，像个笔笔弹完曲子，你就必须铿锵有力。回到在上课的时候了，贝多芬附体啊，真的是愤怒的贝多芬，因为这是一首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今天您的梦想是？我们的梦想是想给山区的这个孩子给他一个乐器。这是你们一个团队的梦想哈，每位队员都是为自己团队的家庭梦想基金添砖加瓦，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加油
加油。马上开始挑战，十二扇门，十二个生肖，您会做怎样的选择？大家一定要帮帮我，因为我从小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小时候真是不怎么听。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愿意帮帮我？后面那个小朋友说羊羊羊，那不就信任一下小朋友？如果咱能过，我好好给你弹一曲，好不好？好，那就羊。好吧，羊，请准备。啊，羊，开始，开始，哇！谢谢大家，小朋友真的太善良了，小朋友太棒了，太棒了。来，一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啊，一号门，怎么着都得打开它。简单了，谢谢大家，小星星，你们都是我的小星星，是叫小星星吗？对对，一闪亮晶晶。你以为很简单，其实背后可能大有玄机。啊、哦、不，那你等我想想啊，我怎么听着像那首 A B C D E F G， 也像对不对？但这俩是同一首歌啊，就只是词儿不一样。你确定一个答案给我吧，反正只有一个是对的。大家觉得小星星可以吗？来，歌名叫好。小星星，确定，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小星星回答正确。小星星，希望你们继续发光，继续闪耀，好不好？好，感谢三位小朋友，谢谢，谢谢大家，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谢谢大家。不错哦，虽然是一号门，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首歌，这可是世界名曲，没有人不会这首歌，我也会，我试一下。刀在哪？这个是刀，然后你把手这样摆着，然后对了，这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生了。小尼哥应该学过吧，应该练过吧。小星星，我们说世界名曲，这不是开玩笑、哦、这是一首有2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曲了。它的作者是莫扎特，莫扎特被称为是音乐神童，5岁的时候就开始作曲，6岁的时候就已经满欧洲跑，在宫廷里演出。虽然他的生命很短暂，35岁，但是他却创作出了600多首名曲。老师，这正好就来这儿了，你给我们展示一段吧。我曾经有这么一段事儿啊，有一首曲子特别难。我为了能够克服自己的这个，不管是技术上的障碍还是心理的障碍啊，我就各种想办法整一下自己。最后呢，就干脆背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一边背一边弹。一边背化学元素周期表，一边弹琴。化学元素周期表：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抗氦钒铬锰铁钴镍铜锌镓锗砷锡锈克卢铯乙锆铝钼镉铑铑钯银镉铟锡锑铬碘铅铯钡蓝铯钴铝钴砷铀镉铯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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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亲爱的朋友们，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咱们再说一个稍微温柔一点的。亲爱的朋友们，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一个蓝色多瑙河吧。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在蓝色多瑙河沿岸，同样让我们沁人心脾的是由古斯通提供的品质驼乳粉。古斯通沙海遗珠驼乳粉，高品质好驼乳粉，即便到了蓝色多瑙河，都一定让你想念的古斯通沙海遗珠驼乳粉。哎呀妈呀，这配合得好啊。来吧，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那我就选一个我老婆的属相吧，这不是报她年龄了吗？老婆兔。兔，请准备。四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下门铃，加油。没问题吧？是红梅赞吗？梁祝，梁祝，梁祝。没问题。梁祝，梁祝，梁祝。确定吗？确定。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梁祝，没问题。呀，这帮孩子。欢迎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小星星交响乐团的孩子们，你们好，谁来代表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贾子晨，然后我从5岁开始拉小提琴，到现在练习了5年了。我希望我长大以后有机会能成为一名小提琴家。哇，好棒！你希望将来能在哪里演奏啊？国家大剧院。哇，你刚演奏的叫什么？梁祝。梁祝，谁创作的知道吗？好像忘了。好像忘了哈。我提醒你一下，创作者叫何占豪、陈刚两位老师。这是一首1959年创作的乐曲，但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演奏的全部都是西洋的音乐，没有这个中国本土的管弦乐的作品，所以当时何占豪就觉得我必须得创作一些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管弦乐作品，所以他当时就问当地的老百姓，你们想听什么呀？老百姓就说我们想听越剧，他就取材于传统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创作出了这首《梁祝》。好好加油，我们希望将来在这条道路上也能看到你们的名字，好不好？好。谢谢丰台区少年宫小星星交响乐团的孩子们，也恭喜老师收获了第二笔家庭梦想基金4000元。
刚才选了媳妇儿的生肖，接下来那就宝宝的吧。宝宝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出生，很快就出生了是吧？对，选择他的生肖是那就龙。看看这个没出生的宝宝能不能给他带来好运？不会是十二吧？龙，请准备。哎妈！哦呦，这是个重量级的宝宝啊！你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只要不想开，他就可以把它冻在那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数字特别好，说明有了孩子之后，你们这个家庭就十全十美了。那我觉得就先冰封他，因为毕竟路是他自己的吧。挺会说。那你的意思是下面谁开这个门谁就是你儿子呗？一会儿谁上来选这个门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来几号吧，来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你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好，这次要非常慎重了。牛。牛，请准备。哇，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听出来了，他都没听完。彩云追月，直接正确。彩云追月，彩云追月。我估计二现场的明月演奏家都急死了。嗯，这歌不应该是留给我的吗？是我在着急。这个我还弹过了呢，弹过。对，但是我改的叫彩云不追月。彩云不追，你弹一个，不对，不追了这回。门先放着。我觉得不是彩云不追月，是彩云犹犹豫豫的。寻思寻思是吧？追还是不追呢？好，歌名叫《彩云不追月》。我是追月，追不追？追追。差点差点被追月了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谢谢谢谢欣欣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黄老师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这老师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导演会给我一些关键词嘛，我看到有点不太明白，全额奖学金，每年全世界招3名朗朗的学弟，这3个关键词都跟你有关吗？是的，跟你讲，这好像是小时候特别想去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但是呢这个还有一些家庭原因来不了，所以没有机会能跟就是我们钢琴的这个巨无霸级别的人物朗朗、王玉佳在中央音乐学院做这个校友同学。然后我后来搜到他们去了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这个学校就是说考上以后不仅是全奖，是住宿、生活费全包，然后像我们钢琴一年要是能够招3个人就算比较多的了，每年就招3个人，对，3个钢琴啊，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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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希望自己能够学到这么多知识以后能报效祖国，所以在2018年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绝对值得骄傲。
来选择哪个生肖？狗吧。狗。狗，请准备。耶！五号门。可以可以。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都是月亮惹的祸。没有没有都是。确定吗？确定，错了就是月亮惹的祸。月亮惹的祸。没有都是吧？到底是都是有没有都是？歌名叫都是月亮惹的祸。都是月亮惹的祸。改一下吧，黄老师。确定吗？是我字说多了吗？都是月亮惹的祸吧？确定吗？确定，确定，确定，都是月亮惹的祸。嗯，完了。这是你对手团队，你别替他急。哇塞，这个乌鸦，你是通过乌鸦来判断？歌名叫，既然乌鸦来了嘛，那就月亮惹的祸。我在这个节目里的存在感还不如一只乌鸦。确定？确定吗？这个乌鸦，更像个歌名一点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当如蜜，说来最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欢迎上上。小尼哥好。感觉这个惹的祸是滔天大祸呀。我是让你们第一次听的。为大家介绍一下上上，大家应该在网上听到过他的那个魔改的作品。他最近又改了一个儿歌是吧？主要都挺火的。小尼哥说都挺火。哎呀妈，你这凡尔赛，一分钱。要不我们配合一下？行啊，可以啊。行。我在马路边捡到了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看着我，笑着把头点，我微笑地说：“叔叔再见。”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小尼哥看一看，后面不会唱了，赶快。小尼哥说：“我不要钱，我只要东姑一品仙。”哟。哎呀好棒啊，两个人没有任何的排练，这就是音乐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互通哈。谢谢上上，期待你更多的新作品。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哎，你能弹出那种特别快速的吗？可以。手有多快？1分钟是1200个音。弹不快怎么办？有时候其实啊是这个协调性出问题了，要切键呐、啊！你脑子要走在手前面，赶快甩手！你来给展示一个特别快的那种，这个叫轮指，就一直重复一个键子，所以其实取决于琴键的这个灵活程度。
还有一首世界名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你会吗？正常的啊。还有不正常的吗？对，当然有不正常的。来，不正常的，咱们想听不正常的。猴哥，你莫要嚣张，你可记得老老猪五百年前天蓬元帅，身披锦绣霸气侧漏三十六变，当年我很瘦。这老师是不是特别可爱？他绝对是一个好老师，他不是把古典音乐变成一个很枯燥很高深的很触不可及的一件事情，而是让他真正走进我们身边，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趣味性，然后再好好的扎下根来学习，特别好。来，继续。继续吧。选择哪个生肖？猴吧。猴。请准备。猴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好样的是吧？挣钱了，跑来求助，他还没用求助。对对对对对，今天谈了这么多猪八戒，然后见见猴哥吧。对，该见猴哥，见猴，该见猴哥了。十二号门是最高的一笔家庭梦想基金，是三万元。请，哎呀妈，我都心跳都加速 了，这比我上台还紧张。按响。我给你一个机会啊，你听到门铃之后，如果你没有把握，你记住了旋律，你回头你可以过去弹一下。好，请按下门铃。这是什么呢？旋律倒是不难，但是不对，也不像。我感觉好像是交响乐，也不是。耳熟吗？你说这听得出来音儿，不知道名字也没用啊。加油啊，黄老师。哎呀，作为一个音乐家，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我弹都能弹出来，就是不知道这什么歌。熟悉吗？是有一点在说。他就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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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助吧，求助，求助。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关键字吧。关键字，关键字，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是几个字？七个字。啊！天哪，完蛋了！其中的一个字，你能？世界呗，肯定是。世界这么大，没有这个啊。才才五个字。是世间至上。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不可能吧？这好几个字，这肯定不可能呀！不是，世上最美。继续想，差不多，啊，差不多了。说明沾边了，应该。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家，他应该能蒙出这个歌名来。世上最美的人，世上最美丽的人。加油！世上最英俊，世上最善良的人。时间到。很遗憾。没有答上来，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太可惜了。二现场有人知道吗？没有。各位，你们是音乐人，你们希望创作出的有没有可能是世上最美的什么？世上最美的音乐。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也不是音乐，也不是，也不是。把世上最美的旋律唱给你听，
最美的旋律唱给你听，爱与失去让世上最美的旋律你放不停，沸腾到底，唱世上最美的旋律，奔向真心，把世上最美的旋律为什么是这首歌？这首歌太懵了，太难为他了。欢迎潘达组合，你们好。谢谢，你好。你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世上最美的旋律》，大张伟的作品。对，而且他大部分的旋律用的都是《致爱丽丝》。对，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一共3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谢谢。谢谢，也谢谢潘达组合，谢谢你的到来。我相信我们的队友一定会能够拿下比赛，然后把给山区的这些小孩买一个乐器。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能够接触到这些世上最美的旋律。谢谢黄老师，谢谢。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谢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黄老师清零的时候把咱们戏曲队给急的，那王子要哎哎哎呀，这怎么这么急呢？我是希望他赶紧下去，赶紧下去。哦，这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么坚强呢？你说，那你赶紧上来吧。我不拍了，让我们青衣老师旦角来吧。燕燕老师试一试，我没练过。我们直接看视频见分晓啊，请播放视频。恭喜恭喜我们圣诞金丑队队长，你说谁上场？哎呀，这让我很纠结。那你别客气了，来吧，别客气吧，来吧，王子。我来啊，上吧。行，那我来吧。来，祝你闯关成功，开门大吉。欢迎王子。Hello， 你好。认识王子好长时间了，你好。李哥好。现在来介绍一下自己。自幼出身梨园行，血气方刚小姑娘，有喜亲意心不爽，求老身多欢畅。在下坤身王子啊，叫你过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别来无恙。我只能配合这么多。这是一个尬笑的。我抓住一个关键词，就是原来是学青衣是吧？对，小时候学青衣，改学老生，改学老生才心欢畅，哎，才觉得是我了。哦，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过程。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是带着团队的梦想来的，告诉我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现在啊，我们都在做一些京剧的普及的工作，发现了很多中小学生，他们非常喜欢京剧。我们四位呢就想用这个梦想基金呢，去为京剧的普及进校园做一点点力量。好，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好不好？好。刚才那38000清零了，你坐那儿心疼吗？哎呀，我高兴高兴坏了。终于轮到你上场了。希望这后面能有一些跟戏相关的哈，我们拭目以待，马上开始挑战，选吧。鼠虎蛇马鸡猪，还有个十。我就选鸡得了。鸡不行啊，有人冲我摆手。完了，这鸡也不能选。还有一种北京老头溜达过来的那种感觉。我选马。马会不会可能是11号门呢？来，马，请准备，走。
呀！哎呦，太棒了，被他选走了。可以吧？算还行。请按响门铃，加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能不能用老生的方法来唱这段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名字叫阿庆嫂。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在那遥远的地方。确定吗？确定。脑开了啊。嗯，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弹乐队亚森，我觉得他应该称得上是北京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乐手之一了。怎么样黄老师，可一战？可一战。那你们现在就战，咱们就即兴也可以。就是属于音乐人之间的那种交流的方式，不需要语言，一个眼神过去，我带着你，然后你再带着我，两个人就这样交流，完美契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曲即兴的非常棒的作品。谢谢两位，太好了，谢谢二坦乐队，谢谢你们，谢谢，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加油。王子，这名字是后来改的吗？我是从小就叫王子，身份证就叫王子啊。我姑姑给我起的名字，但是起的呢有点草率，所以他唱不了青衣呢。名字就给注定了。原来是学青衣是吧？对，我们家呢是都是梨园行的，我爷爷呢是拉京胡的，他的师傅是王少卿先生，是梅兰芳先生的琴师。然后我姑姑呢，她是唱梅派的，是梅先生的大弟子，魏连芳先生的弟子。因为守着大姑呢，这不是开个小灶吗？能学青衣。可是没有想到，我进了戏校以后，哎，一上青衣组那课我就逃课，
去哪儿了呢？就去老生组了。那两节课俩小时，我就在门口听俩小时。听完了以后，老师出来了以后，我啪推门进去了，说：“哎呀，咱们切磋一下，你们学的我也会了。”然后后来就改了老生了。但是我妈很不愿意。什么时候到我妈认可了呢？就是学了一个刁德一。哎，台上还挺是个事儿的。小，他几岁，后来以后又考到了北京，参加了一个就是儿童的这么一个小梅花金奖，获得这么一个金花称号。从那儿以后，我妈才逐渐的认可我说，你可以唱老生了。明白了，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好啊，这梨园世家，子子孙孙世代相传。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继续了哈，我选择蛇吧。请准备，六号门，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七八九十十一了都。蛇是六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有点紧张。放轻松，越轻松越好。身边的枣花香，可以可以，他知道的。九儿，哎呀，命还挺好，紧张死我了都，他怎么那么搞笑？怎么，我怎么感觉你特别适合演小品呢？干错行了，应该去说相声。你生活中是这样的人吗？就是挺搞笑的人吗？我生活中是一个哀人。哀人。我是一个极其社恐的人。你怕见人？我怕见人。完全看不出来。这首歌叫啥？九儿。确定了？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哦，石头。身边的那片田野，欢迎石头。其实刚才我在后面听到这个小伙子，他小伙子小姑娘，血气方刚小姑娘，但是像你说的，我也是哀人吧，可能是全是哀人，两个哀人。我觉得你不仅是个哀人，你是个容易挨揍的人。对不起啊。哎，石头，他唱过京剧，来来来，我来一小段啊。这一封爱是
新来的桥，天之皇忠臣功劳，站立在一门三军教，大小儿郎听更妙。头痛额骨战烦躁，儿痛额骨金战袍，三痛五刀吃桥，四痛额骨把兵教，进退都要听令号，威临向上吃一刀，就此与爷爷归隐了。真好，再来一个。一见更知道令箭，不由得本宫起心间，站立宫啊门。再来一个。怎么有点驴叫？你来。站立宫门叫小芳，绝！太难了，你这。所以我决定，我一生都对京剧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好好的去欣赏。谢谢谢谢石头，恭喜王子，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求助还没用呢啊，好棒，继续前进。现在我感觉看还剩什么没有出了，还剩七和八，七八九十十一，哟，七八九十十一，十封上了，就剩七八九了。我选择那边蛇也选，我选老虎吧。虎，请准。哎，他那个眼神真的是，就是在紧张的时候自己吓唬自己。你怎么自己吓？你让观众看一看。哎呀，好险呐！请准备。来，哇哈，可以可以，可以。哎呦我天，这命我天！剩下的门里最简单的就是这个了啊，七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曲，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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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半小夜曲，月半小夜曲，不是夜半小乐曲，月半，月半，小夜曲，确定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回答正确。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背倚深秋，我的牵挂直至以后。欢迎刘静宇，你好。小丽哥你好。王子你好。你好，我特别想听一下王子用京剧的唱腔去唱粤语的歌曲，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龙八龙老
水云伴摇。好，第二六收。哎，可以可以可以，有那味儿了哈。好厉害，好厉害。哎，那个，如果用京剧的方式说，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开门大吉。一切皆可京剧，回去我也学一下。好嘞，谢谢振宇，谢谢。好，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太好了，你的流行唱的也挺好的，还发京剧专辑了，是不是？啊，对，我小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愿望，我就希望我记忆力特别好，能背下好多古诗词。所以这3年我就做了3张专辑，是用京剧来演唱古诗词。哦，受到了很多很多学校的小朋友们的喜欢。那让老师给我们来一段吧，给你们唱一个。好。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翻风味哈，哎，王子真的是在不断的挖掘自己的潜力，让自己散发别样的光芒，很厉害。对，继续前进吧，继续前进啊！猪、鸡、石、鼠，求助还没有用。我选老鼠吧。鼠，请准备，鼠，八。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比较大众的歌了，这我就知道悬了。他调都是对的，他应该是听过。好像也是周杰伦的歌。哎呦喂，搁浅？不是。有时候一说旋律想不起歌名。对，得冷静一会儿，说不定能突然一下想起来。干啥呢？有啥用啊？约定啊，还是约定。完了，旋律都忘了。我求助吧。好，3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那个我就提字吧。结果那个歌是12个字。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哦，6个字。我给他一个的吧。请看，蒲公英的约定。你现在懂他为什么要伸出小指了吧？为什么要伸出小指了吧？哦，哎，我刚才想选拉钩来着。蒲公英的拉钩。你行啊你啊！早说话，浪费了一次机会，再给你看。歌名叫做《蒲公英的约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在走廊上发展大手戏，我们却注意窗边的情敌。我去到哪里你都跟痕迹，很多的梦在等待着惊喜，一直长大。
感谢素涵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哇，来吧，继续前进吧。见好就收，太棒了。那就恭喜王子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最后三扇门了，加油加油加油，来吧，抓紧时间，请看视频。路已经难测，路比青岛大，路西子把路地造，装灯用是路恶。嗨，快快，马上就要上场了，谁上？对方都上队长了，我就替大家从军好不好？可以可以，队长上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好，闯关成功，开门大吉。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小林你好，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好，大家好，我叫汪果吉夫，是少数民族，我是土家啊，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专业是我手上的这个乐器是叫做笙。哦，笙这种乐器大家肯定都见过，这跟我们小时候学那个滥竽充数那个竽是一回事吗？其实滥竽充数的竽是它的前身。哦，对，我看到它我还想起另外一种乐器啊。什么？就你这么竖着看特别像那个我们老在那个纪录片里面看到的这西方的教堂里面的那种管风琴。哎，跟它有关系吗？非常有关系，想跟大家好好科普一下笙。笙是我国最古老的一个管簧类的乐器，是土生土长的汉族乐器。刚刚小尼哥有说到管风琴，包括现代的手风琴，他们的祖先呢都是我们的笙。哦，所以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哦，它的发源地一定是在，一定是在中国。哦，关于笙，我们心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哈，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反超我们的对手，拿到更多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好，来选择哪个生肖。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只剩90和11了。九答对了，你才5000，也超过不了他们。我想先选猪。猪，请准备。几呀？啊！我哭了。没关系，放轻松。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加油！请按响门铃。完了，旋律都忘了，完了，颠了，哎，好难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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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错了都，旋律已经断掉了，不求助吧，可以的。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关键字吧，来吧，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哇，你只要答对了其中一个字，就能反超你们的对手了。哎呀，来，请看。歌名叫丑，这只有一个名词，名词就是丑什么旦角什么、啊、是个职业吗？小丑吗？只有这个词。确定？确定。如果是我，我也答小丑。这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答对了就是20000，超过对手，答错了清零，你们想反超的机会就更渺茫了。小丑只有他、啊、小丑竟是我自己，完了，是我。一起期待拍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呐、啊！不改了，小丑。等一下，
我都气得提嗓子眼儿了。还献丑？确定吗？献丑还是小丑？来，告诉我。献丑。你确定？献丑。不改了。小丑。小丑吧。大吉。回答正确。哦耶。难道你真的不怕冷，不在意别人的评论，可为何角落里疲惫地靠着一盏灯，你一定走了很长的夜路，才让白球鞋全都沾满了尘土，你一定也爱仰望那星空，才把满天星光做成了衣服，灿烂微笑的面具应该是下课才有的自信与从容，原来都是你的魔法，灯光暗下我看到你的心亮了，它亮了。谢谢朱新东，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连王子在这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攒到14000，王子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想说的，不想说。那你鼓励他一下吧。赚了吧，哥们儿，哎哎，见好就收，见好就收。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啊？可以，好不好？可以。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过嘛，笙是最古老的管簧类乐器嘛，它也是呢唯一一个能够演奏和声的管簧类乐器。哦，同时出不同的音是吧？对，就比如说10根手指放上去的时候全部在演奏。10个音同时出。对。你有些是吸的啊，对对对，我一直以为笙是要吹的。吹，对，我们笙除了吹进去的气儿可以出音以外，它吸进去的气儿也是能出音的，呼吸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对对，为数不多的一种能呼吸的乐器。对，所以它是比较有生命力的，比较有生命力。大家都听到了，它按住10个孔就能发出10种音，它能发出最美的和声，所以它是弘扬中国人以和为贵精神的一份礼物。现在巴黎奥运会开幕了，我们曾经把这个笙作为国礼送给法国，是在奥运会开幕之际，也是把这份浓浓的来自中国的问候送给全世界的运动员朋友们，尤其是我们远在巴黎的中国运动健儿们，期待你们摘金夺银，为国争光，加油。小汪啊，没有求助了啊，继续前进吗？当然。哇，非常有勇气哈。嗯，来吧，一个是鸡，一个是石，你会做怎样的选择？我先猜鸡。来，鸡，请准备。鸡，那当然就是9号门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周深的哈，对，周深。他会的，他会。你能唱下去吗？当当当当当当，巨龙在我这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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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个对抗类的。周深老师有唱过。对对对对。那你只要往下唱，这歌名就出来了。当当当，哎，打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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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哎，就这个。打啦，哎，4个字。嗯，你先说一个嘛。
达拉蹦巴。确定吗？确定。王子有点懵呢，听过吗？怎么了？二现场怎么了？我把二现场急坏了。哦，二现场有人拉了，拉了。是拉了。现场是有人已经开始在那儿演奏了，是吧？对，哎，王蒙展示一下。哦。刚才开不出来的时候，把王蒙给急坏了，一直在后台拉。哎，这隔音真好，我们这一点没听见。还在后面拉。好，哎呀，那我就开了。开了。再说一遍。达拉崩吧。确定吗？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耶，25,000保住了。很久很久以前，城府上元宵节，一位姑娘有一段乐曲念念不忘，能否再次听见姑娘茶饭不想，一位小伙出现纠结，恕我最懂音乐，就在元宵两夜，把乐声带回你身边。姑娘非常高兴，忙问她的本领。年轻人想了想，她说我最熟悉琵琶、古筝、笛子、二胡、中阮和古琴，还有没有？金狮丝竹刨土革木工上绝之余，咚咚咚，上车共翻六壶一壶六翻公车上，咚咚咚，林中南里营中大里家中和中里。我是中国东方歌舞团的歌唱演员，我叫孔子文。谢谢孔子文。谢谢。达拉崩吧回答对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5,000元。哇，开门大吉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我们是不是已经赢了？现在的情况是，你这里是25,000，你的对手是14,000。如果你选择放弃，然后万一你的对手赢得了10号门，那他们就是24,000了。对，你们依然是25,000，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清零。但是你有机会让这25,000变成35,000。哦。所以你的决定是。整体哥，我问一下，他如果要是接下来答错了，他就清零了是吗？清零了，然后我们就赢了是吗？对，对，你继续往前走吧，往前走吧。王子说的也有道理，如果他往前冲，他要错了就成全了他们的梦想，他要对了，他们就成全了他们更大的梦想。人生有无数可能性，对，每一个选择都引向不同的未来。所以你的决定到底是，但是你没有求助了啊。冲吧，赌一把。哦，来吧，我觉得小汪他的勇气和魄力配得上这25,000。最后一扇门10号门，也是被你的队友冰封起来的那扇门，还是由你们队来打开这扇门，而且这扇门是黄老师儿子的生肖，他说我要留给我儿子来开这扇门。还真是一个男孩。好吧，来，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准备。紧张吗？人生有时候就是放手一搏。是，加油，果果，加油。请按响门铃，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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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就成全了他们的梦想，对了，他们就成全了他们更大的梦想。
滴当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完蛋！哎，你们听出来了吗？我们已经放弃了，这好像有点戏曲的感觉。耳熟吗？不是很耳熟，完全没听过。嗯，你坐下。完了，是不是王子知道？黄老师有听到最主要的旋律吗？不知道，脑海里没有任何答案。这个真没有，真没有任何一点的线索。当当当，够呛。如果你没有任何答案可以给我的话，那我只能宣布挑战。有没有？有没有？蒙一个，随便说一个呢？有没有？编一个，我特别理解他，要我在那儿，我脑子也懵了，对，就是懵了。啊，这不是25000，是35000元啊！挑战失败。啊，确实是有难度的。哎呀，真的这歌特别难，但是呢，因为它是民乐嘛，我其实觉得它有可能听过。对对对，我也觉得它有可能。这给我吧，这个。没关系，就王子一个人在那笑。王子，你知道？我先问问，算失败了吗？失败了。哎，后面那几位听见了没有？你们能假装为他惋惜一下？哎呀，做不到啊。王子，这歌你会唱吗？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首歌是我跟一位艺术家合作过。歌名叫《国色天香》。好可惜，王子，你们队错失了10000块钱。啊，王子，你刚才再冲一局多好！现在完事的关系的。行吧，请揭晓正确答案。哎呀，说起一往而深不敢停，一去了难见，放开天涯桃花扇，谁说落幕就是散场，却忍不住一直思量，一幕幕旧戏已经泛黄，却被我当作天下，我担起重围剑光如霜长坂。欢迎杨希，欢迎焦丽君，哇，真好听这首歌。哎，命运真的就是这样捉弄人哈，谁能想到最后决定你们对命运的这首歌曲是你们对手那个队长曾经唱过的歌，而这个队长自己就没有摸到这扇门。没有人能说得清未来会怎样，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勇敢向前进，才能够去打开通往未来的那扇门。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小汪真的非常非常棒，我觉得值得鼓励一下。谢谢谢谢两位，我们那个古斯通上海遗珠驼乳粉给你们俩补补身体。谢谢谢谢谢谢杨希，谢谢焦丽君。刚才说打开未来的门，下面一步什么打算？希望我们的明月人音乐人有朝一日能站上更大的舞台，能够让大家都见到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精髓。是，谢谢大家，谢谢。特别好，哇，太棒了，太棒了，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好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谢谢，送给小汪。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由古斯通提供的品质驼乳粉，高品质好驼乳粉，古斯通沙海遗珠驼乳粉。开门大吉，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5000清零。在这里非常高兴地宣布，王子带领的队伍今天一共获得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好棒！好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开门大吉。关掉手中正在把玩的潮流游戏，拔掉收听直播哼哼唧唧的耳机，要不要现在和我拜头一段论语？我手把手地教你怎么握住毛笔。我们一起学猫。